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他要做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咁而实上，1999年嘅呢个事件咧，亦系我哋教会当中有史嚟最大嘅分裂嘅。因为点解咧？呢、这个就系对于我嘅信息转变啊，转变变成咧呢一类信息嘅双水信息啦，关于国际阴谋啦，关于科技阴谋啦，所有呢啲嘅信息咧嘅转变咧，系装备我哋变成国际先知嘅话咧，嗰啲本地本族附加方式嗰种侍奉咧，就完全接受唔到嘅。咁好彩呢，喺当时嚟讲我正同权威，哇大家偷笑，因为我同佢都处理呢件事。第一系点解呢？好在我哋几年前呢同加拿大 split 咗咋。如果唔系我哋今次嘅分裂呢系仲严重仲伤害大呀。因为加拿大嘅石安呢系好即系叫做好小家嗰种方法嘅教会。所以肯定呢如果系之前嘅分裂呢，简直会成班呢就会搞间教会啊，跟住呢就有改变嘅 blessing 啊，然后壮大啊，就会呃到好多人呢喺呢件事跌倒。咁事实上事后证明都系啦。因为当日呢分裂咗出嚟就即刻栽咗加拿大嗰边啊，好似当足系啊，即系醒觉咗啦，嗰啲佢哋大复兴啊嚟緊啊，个个礼拜都宣告人数会多过我哋啊，咁呢个礼拜又嗰啲嗰个礼拜嗰啲啦，咩变咗无以为继啦，即系唔死一身散呢，又搞到佢哋已经。但系当时我同阿全威偷笑，因为我哋处理呢件事嘅时候发现，哇好在真係好在神预备，因为我哋嘅方向系百分之百啱，系绝对啱，因为神喺我哋身上嘅恩膏呢，我同全威系最清楚，因为我哋从来唔使用血气呢去扮有恩膏㗎嘛。但系 Danny 有呢，呢、这个就出事啦。呢、这个林子富有呢就出事啦。因为喺嗰个过程当中呢，佢唔能够好似全威咁呢真正分析同埋感受到恩膏。就如我所讲啦，全威出去嘅时候好感受到恩膏㗎嘛，我经历到恩膏真定假㗎嘛。而我就更加严格要求嘅，你嘅恩膏有科学证明呢，嗰样系超自然嘅，唔好话呢单凭感觉咁样㗎嘛。咁所以我同阿全威咧，净偷笑，因为咧林子富走咗之后咧，我哋整间教会应该提升，因为呢个好明显嘅，嗰、那个唔系情绪，嗰、那个系恩膏提升吓。咁、啊、所以变咗，于是乎咧，就喺呢件事处理咗之后咧，咁我哋教会简直好似排咗毒咁啊，即系简直好似洗肠咁啊，简直系即系好开心啊！所以呢件事后期，即系过咗几年之后再谂翻咧，简直系好甜蜜，神系让呢件事产生。因为跟住石安有嗰种荣耀同埋祝福咧，呢班咁嘅人系唔配嘅，即系佢哋最早嚟，但系佢哋付出嘅却少到好可怜吓、啊。然后咧就即刻未到成功，已经系好似一个嘅寄生虫咁，寄生喺我哋嘅成功底下咧，甚至系纷争结党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嗰阵时会有旺角党同埋新界党噶嘛，系咪？因为旺角党就系属于林子富啊嗰边去做嘢法啊，每样嘢又唔同噶嘛，好盲塞噶嘛，做嘅嘢唔肯变噶嘛。所以变咗，其实如果去到2009年，我哋讲2020年信息嘅话，如果仲喺度就大件事咯，就系盲塞党嚟噶，即系会带领一大扎人咧，完全死喺旧式嘅科技啊、生活啊嗰种嘅程度，完全唔能够接受到我哋而家譬如用科林啊，好多呢一啲嘅系统啊，简直啊。咁所以变咗喺嗰个之后咧，即系1999年啦，千年同之后咧，就进入咗即系可以话同权威合作嘅叫做最后进步阶段啦。因为最后进步的阶段呢，就是由那个1999年应付了千年虫啦，跟着应付千年虫之前的这半年 Danny 这个分裂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再次将我们教会呢琢磨成为一个呢真真正正去配得成为新皮袋的一个系统呢，咁然后去到2009年呢，就可以说我们完全装备好了、啊、即完全装备好呢去讲2012信息。当一开始讲2012信息呢，就真係我可以话呢，我直成係觉得係苦尽甘来。嗱、记住我开始讲第一篇嘅时候，我唔係觉得苦尽甘来喎，真喎、哦、第一篇唔係喎。因为我觉得好苦㗎嘛，因为世界末日啦嘛，明唔明啊，哇我哋即係2012呀，好可怕 ,Planets 好多呢啲。但问题又系真嘅，喺历史上有记载嘅，佢系一套信息嚟嘅。2012，佢唔系一个年份嚟嘅，所以变咗2012信息。当时我讲嘅时候都唔知道会讲几耐。但系而家我哋知道啦，而家十一年都未讲完啦，都叫住2012荣耀盼望嘅信息啦。所以好恐怖噶嘛，
即你是刻意摆在历史当中才可以存在，冇可能会是这样的嘛。仲要摆在万物当中，摆在创造当中，摆在我哋所见的所有呢一啲嘅万事万物，同埋人类历史当中，好恐怖的嘛。咁所以变咗喺当时讲的时候，我觉得哇，呢、這个仲证明咗2012系同世界末日有关。咁但系当然亦系因为解释咗2012咧，先至知道四末物咧系同咧黄道十二宫所讲嘅四个星座有关啊。咁而跟住就理解咗四马系乜嘢，跟住再用四马理解晒，哇！全部启示录根本系讲紧用紧88个星座咧去讲嘅，包括海怪座啊，包括飞马座啊，吓、啊，即系好多呢一啲嘅角色啦吓。咁、啊、事实上能够有呢一套信息，都系因为咧我同阿权威嘅合作咧，可以话系一个好 final 嘅阶段吓。呢、啊這个亦系导致佢离世嘅时候好复杂嘅思想，好复杂嘅。我直情当佢系另一个人，我直情当佢本身就系我机能嘅部分，我直情当佢系我其中一个机能。即系话，总之我话要做啲乜嘢咧，我直情唔使交代佢要做啲乜嘢，嗰样嘢就会发生噶啦。即系话，2012小组诞生咧，背后需要嘅支援啊，同埋背后需要嘅调动啊，无论所有人手啊、新人手、旧人手啊嘅调动啊、全职嘅调动啊。权威是可以话其中一个咧，系佢有生之年完成最后一个最大嘅调动。当然咧，细嘅调动一路陆续落嚟嘅11年讲2020信息都有，但系大嘅调动可以话喺当时嚟讲系非常之庞大嘅吓、啊。即系当然呢个唔系物力嘅庞大，物力嘅庞大我哋见电嘅时候最庞大啦吓、啊。但系问题如果喺对于我哋所有系统同埋所有部门嘅考究咧，呢、這个可以话系数一数二啊吓，即系喺当中。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他要做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和我心相牵，到我心结连，神爱惜恩典充满遍地，在每天呈现。大安赦怜悯，千古也纪念，上帝因信实事行走未变，情不变，情风吹过万千遍，大夜雾漫天，有你引导在旁，上夜半挽手引荐，永约誓言。人传和事渺小，未竟顾念。得爱声在每天，大爱直到千万年，情不变。